真正能陪你到老的男人一定会给你这三种东西。第一，独一无二的宠爱。人一辈子很长，遇到对你好的人容易，遇到待你如初的人却很难。但最难的是遇到一个从始至终只对你好的人。没有人不喜欢被偏爱的感觉，女人真的很简单，她得到多少宠爱就会有多可爱。第二，百分百的尊重。夫妻相处彼此尊重很重要，经历多了你就会发现，越有本事的男人越懂得尊重妻子。换句话说呢，男人把妻子当成皇后，他就是皇上，要是把妻子看作是保姆，那自己顶多就是个保安。第三，说到做到的承诺。最伤害感情的不是变心，而是谎言。一个爱说谎的男人绝对不能给你幸福，他能骗你一次就能骗你一生。忠诚是对感情最基本的责任。一份好的爱情和外貌无关，而是他的人品是否到位。